摄制队越过天山进入巴里坤，呢度系属于哈萨克族自治区，有一班人骑马出嚟欢迎摄制队。他们是哈萨克族人，又叫哥萨克族，是游牧民族。史记都有描绘哈萨克族人在天山过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，他们放牧牲畜，行牧马，居无所。族人邀请摄制队入蒙古包参观。一入到去，首先要洗手，洗完手之后就要抹干净，千祈不可以揈对手。主人用全羊款待队员，仲话好高兴见到摄制队远道而来。摄制队冇带到手信，唯有讲声唔好意思。跟随习俗，摄制队将羊嘅耳仔切落嚟，分俾蒙古包主人嘅孙仔，而个羊头就交俾主人。好吃吗？全羊是哈萨克人的美食，每次以全羊款客都要做这个仪式。这个仪式是寓意主人和客人的友谊永远不变。这一餐摄制队都吃得好饱。